然后把这个钥匙看看怎么用哦。哦，钥匙丢出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，朋友？丢出去它就会开了。咚！哦，它掉下去了！哇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张 Minecraft 恐怖地图，张地图名叫做《万圣惊魂值班夜》。那么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家公司上班，很不幸的是刚来就要加班。没有错，今天虽然不是万圣节，但是在张地图里面它就是万圣节。我们今天要来公司布置一下这个万圣节需要准备的东西，比如说南瓜头啊，呸，南瓜灯啊，还有一些什么鬼魂的一些服装或者装饰这些东西。我们要把整个公司给布置一下，有那种万圣节的气氛。但是很不幸的事情，那就我一个人值班，然后发生了一系列很奇怪的事情，比如鬼魂来跟我说话，或者说鬼魂有点太无聊了，然后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或者他想跟我玩，我不是很清楚。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，给我留下一个三连，点赞过一千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找一些好玩的恐怖地图玩给大家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。哎，等会这边有个骷髅头，好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游戏了 ，Let's go！ 哇！哎呦，什么声音啊？哈、啊！哎呦，上面有个什么蜘蛛？你哪来的蜘蛛？这蜘蛛是哪来的 ？OK， 这挂了很多幽灵。我可以出去吗？关门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必须上楼拿下我的东西。哦，差点忘了，电梯被锁住了。我记得你好像说过，在后面的抽屉里有一些记录本之类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？等一下，这个怎么那么像装尸体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像在这里面啊。好，有一个万圣节的什么一个记录清单一样的感觉。我们右键看一下，这边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。他打勾的是做完的，打叉的是没有做完。我们只看打叉的就好了，好吧？他说给那个冒烟的那个锅炉啊，然后放进去一朵花，然后一个南瓜，然后再一个史莱姆球。是这个锅，所以说要制作万圣节的那种料理，对不对？黑暗料理就那种女巫煮的那种绿色的汤，所以现在可以出去了吧？你在逗我吧？还有东西没拿吗？哦，果然，这个有什么用呢？可以破坏去皮哦。哦，是这个，好，这样就能出来了，漂亮漂亮。现在有一朵花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找一找那个，等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我出不去，可以出去吗？这里出不去。哇，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？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先来找一下史莱姆球哦，史莱姆球在这个地方。公司怎么还有史莱姆球嘞？好，拿到了。还有一个南瓜头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这个吗？小南瓜头不是。电梯被锁住了，但是这个电梯好像还可以用。我没有看到南瓜头在哪儿呢？这里吗？这个？果然，哇，哦，哈哈，好吧，我们先去做我们的万圣节特制料理。把它丢进去，把它丢进去。哇哦，女巫的药水生成了。然后在这个锅炉里面的底部有一个电梯的钥匙。哈哈哈！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，好吧？我一个人在公司很害怕了。明明上班已经够累的了，还要再留下公司布置一些万圣节的东西。就布置完之后，你们居然跑走了啊！完了，现在门也锁住了。好吧，但是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去楼上去拿我的东西，就回家，对吧？对，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。好，然后把这个钥匙看看怎么用哦。哦，钥匙丢出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准备好了吗，朋友？丢出去它就会开了。咚！哦，它掉下去了！哇 ！OK， 什么鬼？一个鬼魂，你不要吓我，好不好？那都是一个公司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它贴着我的门吗？它贴着我的门。哦，电梯到了。好，这边是上班的地方，办公室嘛，对不对？我的位置是在那个隔间八号，八号隔间。不愧是万圣节啊，果然是万圣节啊，这边全是南瓜头。找一下我们的八号、二号，我们要不从一号看起好了，我们大致看一看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人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的东西都被锁住了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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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被锁住，非常好。八号在哪里？这是七号吗？八号在这里吗？九号，哎，我八号呢？嗯，哦，八号在这里。OK。好像有人锁上了我的抽屉，我在想 Nick 会不会拿了我的钥匙，所以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Nick，
刚才我们那个楼下的那本，就是这本那个万圣节清单，也是 Nick 留下的。哇、啊、哇、啊啊！什么鬼？不要再来一次了！为什么这边有血迹啊？万圣节不应该是很开心的吗？一个节日，对不对？所以跟着血迹走，对不对？感觉像是跟着血迹走。七号，嗨 ，Nick， 哦，原来你在这里啊 ，Nick。哈哈，好，所以我现在需要些什么东西？有个鬼魂在这栋大楼里面四处游荡，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看到血迹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进你的隔间的时候，他又在这里的。现在他看起来消失不见了，血迹没有了。哦不。OK， 钥匙好像，什么声音、啊？哇哇哇！你干嘛？在抽屉的某个地方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这里东西太多了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那是什么？电梯好像出了一点故障。我想有人弄坏了里面的机械装置，因为我听到一些爆炸声音。我马上就去调查。我找到了你的钥匙了。哦，哎呦，为什么有鬼魂在这里？哇，他把 Nick 带走了 ！No！ 哇，那个鬼魂把 Nick 带走了。你看，叫你不相信我，完了。钥匙，钥匙，钥匙。走走，我们现在去我们的隔间，去拿我们的东西。八号，八号，八号。哦，钥匙，钥匙。维修部门的钥匙吗？我可以进入维修室把电梯修好。哇塞，我还要自己去修电梯吗？所以维修部门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维修部门在哪里。这个世界变得好黑啊，有点害怕呢。维修部门，我到头来还没有看到过维修部门，在这里吗？哦，这里。但这东西怎么用啊、哦？放这里。好，好黑啊，好黑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我去！你不要吓我。这电梯怎么这么黑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是维修需要用的工具之类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维修手册好了，电梯维修册。你必须找到修复电梯用的东西，可能藏在维修室的某个地方，然后将其插入漏斗里或者左边的那个地方。这里是一个刹车制动啊，然后在你右手边的地方旋转第二个箭头两次，然后旋转第一个箭头七次。这个地方是开启电梯的动能，你要拉上第一根的拉杆，然后第二根的拉杆也要拉上，然后第三根的拉杆拉下，这样你就可以开启电梯的动力系统。修复管道的工具，在工具箱中应该可以找到两个管道，把它们放在需要放置的地方。如果一切正常，电梯应该就能工作了。电梯钥匙应该在 Rosanna 的一号隔间里。这个向上，这个向上，第三个向下。好，电梯动能启动成功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放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向下箱，我真的傻了。把这个放到漏斗里面 ，OK， 我傻了 ，OK， 成功成功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你要注意的是，电梯门仍然是上锁的，你要根据这个维修手册，然后来寻找到那个电梯的钥匙，就是我们要去那个 Rosanna 的房间，现在可以走了。哦，果然，哇，终于出来了，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怎么又有血迹了？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进来的时候有吗？好像没有啊。一号，啊 ，Nick，No， 他被鬼魂带走了，他死了。哎，他给我一些东西。哇！啊 ，The key's not here。这个可以干嘛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是 Rosanna 留给我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不及看，来不及看。他说电梯钥匙卡在史莱姆里面了 ，Rosanna 留给我们的纸条。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破坏史莱姆，对不对？对，黄绿色羊毛应该是的。走走走。史莱姆的话之前没看到过，在这里吗？史莱姆呢？这里，这里，是这个哦，卡在这里了。哦，我傻了，我傻了。这个是电梯的钥匙，漂亮。
八号隔间的钥匙哦，是我们这里啊，这已经用过了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电梯已经修复完成，赶紧走。我忘记电梯在哪里了，稍微走快一点啊。对对对，这里这里，应该还是走这个、哦，对，这边还是分住的。好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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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Finally，OK， 终于可以下楼了，回家。什么声音？电梯爆炸了！啊啊！我不是修复成功，怎么爆炸了？哇！我起飞了 ！No！ 别别别别别！怎么刮起风来了？哇！电梯坏了，被我修坏了。电梯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电梯门还开了，这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有一个小白的头，电梯是从上面掉了下来哦，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那个地下室。等一下，这电梯怎么回事？电梯坏了，电梯坏了，走吧走吧走吧，要爬，往哪边？往这边。啊！我真的很无语，我真的很无语。万圣节为什么还要来上班啊？我把公司电梯弄坏了，明天就被开除了，我的天哪！赶紧走赶紧走，我的辞职信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老板对不起，不是我干的，一切都是鬼魂干的。啊啊啊，我怎么起飞了？我怎么飘起来了？ What？ 这也太神奇了吧。是谁给了我力量？是鬼魂吗？万圣节不要加班啊，万圣节不可以加班啊，加班就会遇到这种鬼事情，好离谱。我们不会要从这个管道然后到那个公司那个大厅那边去吧？感觉现在应该来到了上面了，因为刚才我们漂浮到这个应该是公司的楼上了，应该是。但是好长好绕，我的妈。哦，下去。哦啊啊，那边是，哎，是我公司那个，哦，是这边。嘿 ，Nick， 你怎么，你不是死了吗 ？What？ 他说什么？他在这里等我很久了，我以为你被那个鬼魂绑架了，呵呵，你还真上当了。那个鬼只是一个有趣的装饰品而已，你没注意他已经消失了吗？等等，这个鬼影只是一个玩笑。对呀，现在是万圣节，鬼魂根本不存在。你这个笨蛋，你是怎么爬上天花板的？给我解释一下，电梯又是怎么掉下来的？我身上有根绳子，电梯确实掉下来了，但是刹车没有坏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才没有看完啊。他说，那你是怎么让这些鬼魂在大楼里面瞬间移动的呢？实际上我遥控了这些幽灵，并给他们设置了特殊的控制程序。 What？ 啪嗒，然后他又给我看了一下刚才那个操作。 What？ 这一切都是个骗局啊，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玩具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在麦块世界里面，因为麦块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麦块世界里面他给他设置了一个类似于指令一样的东西，然后让他在整个大楼里面摇摆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你在玩我。OK， 那么这张地图还算是一张比较有趣的恐怖解谜地图。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恐怖地图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亮头像，速度三连，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过1000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找一些好玩的恐怖地图玩家看。我们就下集视频再见 ，See you。拜拜。